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易车横评摩托车新手指南》，我是本期的易车主持人小饼。今天带来的测评厉害哦，一到三万元级跑车同场对比，同场对比非常重要，因为同车手、同样的道路、同样的仪器，那谁强谁弱一比就知道了。那可能有些车会输，有些车会赢。那输的不一定是车特别拉，也可能是对手太强了，因为级距都差不多嘛。那我们带来的车款分别有济南铃木的极客赛155、无极250RR、春风250SR、凯越321RR、宗申阿普利亚的 GPR250R 以及豪爵铃木的 GSX250R。那按惯例，身为摩托车圈的灵魂诗人呢，既然来到易车横评当主持人，那我们就以易车横评赋诗一首，一起摩托一起嗨，车坛豪杰尽速来，横向对比分高下，评测哪家最厉害？以下就看我们细部配置的部分哦。又到我们无聊的细部时间了，我们先从外观讲起。这部车的外观，老实说是六部车里面最不像跑车的。首先，它整个视角看起来车头会特别高，一般真的有战斗感的跑车，车头会稍微做的低一点哦。它是六部里面车头最高的。另外，它的前减也是六部里面最细的，是个正差。它前减非常软，超级软。也软到你甚至觉得它拿去跑土路应该都没什么问题。那我们来看前面的刹车系统，它刹车系统也是这六车里面算是比较弱的，这是一个单向双活塞卡钳，高情商的说法就是已经算是最入门级了。那碟盘也是这六车里面最小的，也没有配备 ABS， 所以几乎我还没有试，光看规格几乎可以断定它的刹车能力应该是六车最差的。但是还好它车轻，它车是这里面最轻的，整备质量只有141公斤，跟250比当然有巨大的优势啊。但是在150级距的话，141公斤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表现啦。那这部车有什么优点呢？漆水不错哦，漆水几乎就是 GSX250 那个等级的漆水。那你要想 GSX250 是卖3万块的车，它就卖1万出头点。那这个造型的部分呢，这发动机一个 154.9cc 的单缸发动机。那现在可能大家会比较不喜欢单缸发动机，可是这个单缸发动机的运行质感是所有车里面最好的哦，这六部车里面非常的细致，震动感也是最小的。那发动机这个布局，我觉得这里有个槽点啊，就这里特别的空，侧面就不好看。脚踏质感还可以，这一整块它并不像一个农用车哦，这一块的质感都还可以，跟其他的车比都不会输，但唯独是这个刹车杆看起来就质感不好。那这部车我们往上看，它的油箱是12升，春风 250SR 也是12升，所以它在155里面已经算油箱大的。排气管远看还可以啦，细看的话就质感还是没做起来，因为里面这个黑铁管这些焊工啊什么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前轮比较细，前轮是100宽的嘛，大部分250都是配110宽的，所以它前面的转向会比其他车来的灵活，但是后轮就不太能理解了。后轮它配到140的胎宽，就连阿普利亚的 GPR 250都只配了130的胎宽。另外呢，这部车的后评差也是六车里面最竖的。如果以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实在是不太能接受跑车是一个瘦小的方管后评差。接着我们来看无极的 250RR， 这个车头一看就比刚刚那个极客煞更有跑格了，对不对？那这个倒叉呢，比刚刚那个就硬朗多了。LED 的灯带 ，LED 的灯具，前面的刹车系统是对向四活塞，刚刚那个还是个单向双活塞。那250级距国产车用对向四活塞也算是一个标准配置啊。那轮胎呢，也是在250级距里面的标准配置。那它是用了正新的 S1， 那 S1 我之前做的测评，像高金500用 S1， 本田的 CB400F 也用 S1。S1 其实在这个级距跑车算是可以，完全可以接受。这次发动机的部分呢，一致性做的螺丝的一致性做的比较好。我之前做那个他们家的500有吐槽过螺丝的一致性，那这一次看起来一致性都是挺 OK 的。
唯独这个焊工啊，有一些焊渣焊死，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的原因，这个东西要提出来批评一下、啊。至少我觉得做工的部分比不上他们家自家的500吧，这些焊渣的东西看得有点碍眼。那脚踏的部分质感还 OK， 后平叉呢看得有点瘦弱，但是我觉得情有可原了、啊。后平叉是铝的后平叉嘛，它的整车重量整备重量只有147公斤，它的卖点还是一个大功率轻量化嘛。那你在轻量化前提，你要把后平叉做出不现实啊，但是这么细的后面加看起来就是有点瘦弱，后面排气管质感还可以咯，这个不锈钢管其实整个尾段的质感很好，它做有一点扁平化的，看着也很有跑格，只是这个衔接的断层感觉没有那么好看。漆水的话可能目前还略逊豪爵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状态，开关键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不是用那种公模的开关键。整车其实造型我还是蛮喜欢的，我觉得至少看得出是一个比较偏原创设计的一个跑车。以上这部车的细节就给各位介绍到这里咯，走。接着我们来到大家比较熟的春风250SR， 那同样这部车也是我比较熟的。当初我夸过这部车的漆水，说春风漆水进步非常多，但是两年过去了，放到现在来看，这个漆水还算好的吗？应该这么说吧，现在只要比春风这个差的漆水就算差的，比它好的就算好的，它应该已经算一个中规中矩的目前国产车漆水的程度了。造型设计上面呢，即使已经过去两年了，它依然是一部外观非常称职的一个跑车。那我们来看配置的部分，这部车有个缺点，油箱比较小哦，带一句，它油箱只有12升，几乎是这所有车里面最小的，极客车也是12升嘛，其他大概13、14升，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槽点吧。跑车大家应该也不会要求说油箱要有多大，毕竟轻量才是关键，那它的轻量其实也输了那时候是165公斤我记得吧，当然现在250大家也有做到150级的140级的都有了。前面是一个对向四活塞，在250也是中规中矩的配置吧。那发动机的外观呢，其实你如果不同厂对比还好，同厂对比你就发现跟五级比起来好像还略略赢一点。那焊工的部分也不算差，那可能是覆盖件掩饰了大部分的焊接处了，所以里面也不知道，但至少看得到的地方也还行。那这个摇臂当初刚出的时候我也有稍微夸一下，是因为过去春风几年前3、4年前都是用两只铁管的嘛，那后来改成这样就好看了许多哦，但是老实说放在现在这个外观也没有特别加分了。那脚踏的部分跟其他的车闪亮亮的那种脚踏看起来，这个就显得太低调了，所以买这个车的很多人都去买春风改装件，我合理的怀疑春风是为了卖他们的原厂改件才把他们的脚踏做得那么低调，总是跟现在的竞品相比哦，已经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了嘛。那这一套胎的咬地力非常非常强，基本上几乎不用换直接都可以下赛道，这也是这两年经过验证的嘛。那这部车比较熟我就不多说了，接着我们就去看下一部车咯。接着我们来到凯越的 321R， 这部车是六部车里面功率最大的，它不是最贵的，但是它功率最大，除了功率大以外它车还轻，五级的 250R 147公斤已经算250里面很轻的了它321它甚至做到149公斤。凯越这家公司在对于跑车的轻量化着实是下很大功夫的，从轮毂啊，从三角台啊，各种地方去想方设法的去抠重量，去把重量降下来，所以我对这部车的性能是比较期待的。另外它的前减的配置也是这六车里面最高的，它是六车里面唯一前减阻尼可调，所以这也是一个加分项。那前刹车的配置一般般，老实说一般般，也是一个对向四活塞卡钳。这个发动机呢号称是逆向 R3 的啦，功率能做上来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啊。焊工的部分其实中规中矩没有看出特别严重的槽点嘛。那漆水我个人是认为比春风可能略逊一点点，脚踏的部分呢还行，绝对不算拉胯但是你要说加多少分也没有。那后面的排气管就不锈钢这个排气管做的还比较好看，我觉得这个车外观是比较挑人，
虽然说它这个跑车啊也是个原创设计啊，但我总觉得它车头线条好像做得太简单了，车头好尖哦，好像是这个画图没设计完就造出来了。它的前后配胎，前面110的，后面150的，它是这六车里面后轮胎宽最宽的。同样，它的轮胎的咬地力也是这六车里面最好。它用的是正新的 S3， 比刚刚那个正新的 S1 咬地还会再更强一点。在干地，胎温足够的状态下，这个胎我为我说的话负责哈。这个胎的咬地是六车里面最好的。它胎宽后面配到150，其他都是140。也是情有可原啦，因为它毕竟功率比别人大10个千瓦嘛，所以我觉得后面配150的胎也算是个合理的配置。那另外呢，这个车有一个比较大的槽点是它的开关键，它这个左侧的开关键啊，其实就是沿用春风左侧开关键的布局。那这套开关键比较让人家诟病的就是你转方向灯的时候经常会去按到喇叭，它跟一般的车是相反的，一般的车是喇叭在下面，这个方向灯在上面，他们是倒着来的。好了，以上这部车就为各位简单介绍这里哦。接着我们去看下一部车喽。接着来到阿普利亚的 GPR250，这个车我也老熟了。大家知道我自己有一部 GPR125 嘛，自己骑了好几年了。那 GPR250 呢，它的车头跟以前的 GPR125、150都不一样哦。它这次的车头是整个就是 R S V 4的家族设计。那以前的 GPR 是德比的那个设计嘛。那我相信RSV4 的设计放在小排量几乎就是国产小排量的颜值天花板了吧，应该没有人会觉得阿普利亚的 RSV4 的设计不好看，我自己是挺吃这个设计的啦，我觉得比凯越的设计好看。那汽水的部分呢，银色的还行，但是消光黑我不太喜欢，前面这个消光黑其实沾到土就显脏，显脏就没有那么有高级感。那前面的刹车系统呢还行啊，不算差，也是一个对象式摩托车卡钳。那这个 GPR250 的发动机其实是宗申制造的嘛，那大家比较诟病的是为什么阿普利亚使用宗申制造的发动机，这个也是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的最大的槽点吧。但是我必须说，目前现在意大利的阿普利亚它没有250四冲的发动机，就算是你去买意大利现在在卖的250，它一样是用宗申的发动机，所以这个应该也不算槽点嘛。那六车里面呢，我认为阿普利亚这个车架是做的最好看的，这是一个铝制的车架哦，跟其他的那种钢管焊接的车架不太一样哦。我也觉得这个车架是这部车颜值加分一个很大的部分。这六部车的后摇臂，我认为最好看的后摇臂应该就是凯越的那个单摇臂，但是凯越的那个单摇臂如果排第一，那阿普利亚这个应该也能排第二的吧？它看起来特别粗壮，看起来像是个铝制的后摇臂，其实它是铁的啦。只是说它是一个空心的去做轻量，里面是空的。那这部车是右边的摇臂好看，左边的摇臂就是一个方管，看起来就比较拉胯。所以摆给朋友看的时候，最好就摆给右边哦，右边好看。那前后胎呢，一样是正新提供的。那这一套胎也在赛道验证了，也是咬得住的。那这车上面的这个上三角台也是我觉得六车里面最好看的，我比较吃这种铝制的设计吧。那左侧的开关键质感很好，是重新开模做的一个全新的开关键。那右侧的这个红色的质感就比较拉垮一点，那左侧的这个加分还是加蛮多的。以上就是 GPR50R 的简单介绍，接着我们就去看下一部车咯。接着我们来到豪爵铃木的 GSX250R， 这部车的细部配置也是六车里面最难讲的。为什么最难讲？因为日本车厂设计的车啊，它往往在这种入门级的跑车，它的配置都不会给你高配置。比如说它还用了正差，你几乎国产已经很少很少有250级的跑车是使用正差，大家的印象就是跑车就是要用倒叉嘛，当然他们入门级就是舍不得上好料。它的前面的卡钳也是一个单向双活塞卡钳，那大家最少是对向的双活塞嘛，所以这部车其实把这些细部的配置单拎出来说，其实跟国产车厂比都比不过，但这车卖得很好。那另外呢，它的大灯也是都用传统的卤素灯泡，大家都上 LED 了。那它的仪表还是一个传统功能的复显仪表，那甚至
其他的跑车有一些入门级的都已经是手机导航能够投屏了，但是豪爵的七水依然是国产目前的天花板。你这个车就算骑了两年三年，洗一洗，七水还跟新的一样，这个是目前其他国产车厂比较难以追越的部分啊。但大家都在努力，但目前我心目中豪爵的七水仍然是国产车第一，几乎你跟可能进口的川崎啊、进口的铃木摆在旁边看，豪爵的七水都不会输。我为我说的话负责。那这个车发动机的功率是比较弱一点，跟其他250比，但是运行的品质还是不错的。那这个排气管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傻大黑粗，可是还好它这块防烫盖修饰非常的漂亮，还是能制造出一定的利落感。那后摇臂大方管，这个跟其他的250级也没办法比了。豪爵它之所以还是在250级跑车还能维持很大的市场占有率，很大的因素就是它们的品控特别好，导致说其他的国产车厂的250如果跟它上一样配置就卖不赢豪爵，只能去堆料让配置比豪爵更强才有办法。这个是我对这个车的看法，所以这个车的细部就不讲那么多了，毕竟跟其他的国产车比，其实单拎出来讲它都挺吃亏的，但车倒是一个豪车就是了。接着我们就看六车的大灯实测对比以及骑乘之的六车对比咯，走。极客萨155的座高设定是 780mm， 示范骑士身高178公分，可以看出双腿弯曲的余裕非常大。手把设定是六车中最高的，或者应该说这根本不是跑车该有的手把设定。一般骑乘的时候上身就算是完全直立，双手也能轻松扶把。无极 250RR 的座高同样是新手较好适应的 780mm，一般来说这样的座高身高170公分的骑士两脚都能接地，165公分的骑士也能双脚尖着地。250RR 这部车为了适应平常走街，手把同样偏高且靠后。春风 250SR 同样采用较低的 780mm 座高，示范骑士的双脚接地情况跟之前两部车都差不多，但是 250SR 的手把设定则稍微再低了一点点。凯越 321RR 座高为 790mm， 可以看出骑士双脚弯曲的幅度不像之前那么大了，这对身高较高的骑士来说骑乘时腿部也不至于那么憋屈。 GPR 250R 座高为 810mm， 它的手把设定是六车里面最低的，也就是说骑这部车走街的话对骑士腰腹力量的要求会比其他车型更高一点。当然这样的骑姿设定也让 GPR250R 更符合纯种赛车的设定。 GSX250R 的座高是 790mm， 画面可以看出双腿弯曲的幅度也很大，车把设定同样偏高，越高于春风 250SR 越低于极客萨155，骑姿设定也是偏向街道舒适的设定。在相同光圈快门的测试条件下，近灯部分配置卤素灯泡的 GSX250R 和极客萨155亮度明显较差，其他四部采用 LED 灯具的车款，无极 250RR 虽然亮度最高，但是出厂设定的近灯范围明显太近，而且范围较窄。这个部分表现比较好的则是春风 250SR 和阿普利亚的 GPR250R。远灯的部分，春风 250SR 和阿普利亚的 GPR250R 不管是光型铺设的均匀度或者是远方的亮度，面对其他车款都存在一定的优势。而极客萨155虽然光型铺设的范围还不错，只可惜亮度太低了。而无极 250RR 则是远灯测试中表现较差的车款，虽然说灯具的照射角度是可调的，但是至少我们手中的这部车它出厂设定的照明范围顶多跟其他车款的近灯相仿。接着进入六车同厂百公里加速对比的环节，
路面温度大概是零下一度，测试骑士穿的比较多，体重65公斤的骑士装备里面塞满了御寒衣物，重量几乎增加了15公斤，再加上所有的车都是加满油量测试的，各车的加速成绩都会比只加预备油再慢一点哦。首先登场的是动力最弱的极客萨155，由于测试场地长度不够，极客萨155后段的加速力道太弱了，它不足以在场地内破百，0到80公里9秒2完成，最终取得0到80公里加速 9.2 秒的成绩。按照以往测试的经验，如果道路长度足够的话，这部车破百成绩应该会在18秒到20秒左右。接着登场的是官宣能够 6.7 秒破百的无极 250RR， 这车官方宣称的功率也是本次测试的250排量里面最大的，只可惜在这次测试的条件下，最佳只跑出了百公里加速 7.9 秒的成绩。按价格排序，第三步测试的是春风 250SR， 拉高转速冲出，四档破百，百公里加速实测只做出了 8.5 秒，显然动力表现是逊于无极 250RR 的。第四步登场的是六车中功率最大的凯越 321RR，跟其他五部车相比，这车简直快得不得了，0到80公里3秒9达成，别忘了刚刚极客萨155加速到80公里花了 9.2 秒， 321RR 最终百公里加速成绩测得了 5.8 秒的优异成绩。接着是其之最符合赛道设定的阿普利亚 GPR 250R， 0到80公里加速实测 5.3 秒，0到100公里加速 9.0 秒完成，但是加速依然比不上同是单缸发动机的无极 250RR。最后测试的是六车中最贵的豪爵铃木 GSX 250R， 这车的重量是六车中最重的，功率在六车中也只比极客萨155强，料想加速表现不会太好，最终实测 11.4 秒破百。六车的加速成绩如上，排量最大的凯越 321RR 以 5.8 秒拿下冠军，其中四部250排量车款一快慢顺序分别是无极 250RR 7.9 秒、春风 250SR 8.5 秒、阿普利亚 GPR 250R 9.0 秒、豪爵铃木 GSX 250R 11.4 秒。跑得快当然很好，但是跑得快的车一定刹得住吗？接着我们进行同场60到0的刹车距离测试。刹车距离测试同样是满油量测试，在路面温度不够的情况下，各车轮胎的咬地能力跟平常相比都衰减不少。首先测试的是极客萨155，六次刹停距离约在22米到24米之间，最佳刹车距离是 22.43 米，平均刹车距离 23.79 米。接着登场的是无极 250RR， 六次刹停距离约在16米到19米之间，最佳刹车距离 16.97 米，平均刹车距离 18.01 米，表现并不算差。接下来是车友一向觉得刹车不太给力的春风 250SR，六次刹停距离约在17米到21米之间，最佳刹车距离 17.1 米，平均刹车距离 18.81 米，表现还算尚可。接着是大部分测评媒体都说刹车不太够用的凯越 321RR， 六次刹停距离约在15到16米之间，最佳刹车距离是 15.68 米，平均刹车距离 16.44 米，单就刹车距离来看的话，表现是六车中最优秀的。第五步测试的是 GPR 250R， 六次刹停距离在17米到20米之间，最佳刹车距离是 17.41 米，平均刹车距离 18.42 米，表现并不算太好。最后测试的是前刹车跟极客萨155一样采用单向双活塞卡钳的 GSX 250R， 六次刹停距离约在16到18米之间，最佳刹车距离是 16.42 米，平均刹车距离是 7.02 米。在卡钳配置逊于其他对向四活塞卡钳车款的状况下，做出这样的成绩倒是挺令人意外的。六车刹车测试的成绩如上，由于配备正新 S3 轮胎的凯越 321RR， 抓地能力会比其他车款来的强，拿下了刹车测试的冠军。第二名则是刹车卡钳规格看起来比较弱的 GSX 250R， 个人认为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可能和它的 ABS 调教的比其他车好有关系。而三到五名差距不大，刹车测试的最后一名则是原厂轮胎咬地相对比较差，再加上没有 ABS 辅助的极客萨155。
一部好的摩托车除了要骑得爽以外，后座的舒适度也很重要。我们准备了停等红绿灯、掉头弯甚至搓板路等场景模拟这个状况。那为了更直观的能够察觉到后座的感受，我们甚至重金礼聘了圈内颜值最高的后座女骑士丙妹来担任后座。GPR 250的后座呢是六车中最不舒服的，坐垫面积小，坐起来实在有点硌屁股，再加上后减震呢也调得比较耐用，过搓板路的时候，乘客如果不稍微半蹲的话，震感只能说直击脑门。极客萨155呢是六车里面后座最舒适的车型，首先它的后座比较平坦，跟前座的落差比较小，乘客安心感也比较强，另外减震调得超软，过搓板路的时候跳动感也是最小的。美中不足的是坐垫有点滑，减速的时候乘客还是要稍微支撑一下才行。后座舒适度的亚军呢，我给 GSX 250， 但 GSX 250的后座高度并不低，如果习惯坐一般街车的乘客还是需要适应一下。同样是后减震的跳动感相对比较小。至于无极 250RR、 春风 250SR 跟凯越 321RR，我们也一并在同场地做了测试，后座都撑不上舒服，后减震的吸震能力呢都不如极客萨跟 GSX 250，这三部车只能说舒适度勉强比 GPR 好那么微弱的一点点，都很难算得上乘坐舒适的车。以上呢就是六部车后座舒适的总结，接着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来到我们的重头戏，在北京凯泽赛道进行的赛道试驾。首先登场的是铃木的极客萨155，这部车哦，它拥有六部车里面最直立、最不像仿赛的旗帜，太软的减震呢，也使它并不适合赛道的剧烈驾驶。再加上测试的时候，路面的温度只有-4°C哦，整个测试的过程呢，车手完全没有办法用大倾角过弯，只能说原厂的状态下。极客萨155应该是这六车里面最不适合赛道的车款。接着登场的是无极250，它跟其他的250相比啊，有了比较轻的车重跟比较大的动力，出弯加速更加的得心应手，配置了正新的 S1 轮胎，即使现在的路面的温度非常低哦，它这个轮胎依然是咬地的。整体来说呢，这条赛道面对其他测试的车辆，无极 250R 不管是操控性能或者是动力性能都应该能排在前三。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油箱太短，手把太靠后，这让车手在趴车的时候姿势特别的别扭。风镜的设计也有点问题，趴车的时候几乎没有额外的挡风效果。这两年活跃在国内中小型赛道的春风 250SR， 操控的部分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短板，骑乘姿的设定呢也比无极 250R 更容易适应一点，只可惜原厂配置的运动级轮胎低温表现略逊于无极配置的正新 S1， 刹车前段呢也相对较弱，强烈建议这个车如果要跑赛道的话，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升级前刹车系统。凯越321R面对其他五部车，在赛道上有着两个巨大的优势，一个是几乎高出50%的功率，只要一进入直道就能把其他车抛在后方；二是原厂配备了正新 S3 轮胎，咬地能力也是六车中最强的，虽然说排量比较大，但是车重的控制同样也非常优秀哦。如果真要讲这个车有什么槽点的话，刹车前段手感是相对比较差，另外骑乘姿势也不像 GPR 250那么耐用。即便是如此哦，我相信在原厂的条件下，321依然是六车中在我们测试的赛道里面单圈最快的车款。GPR 250是这里面最符合耐用的车款，高速的时候车架表现也是六车里面最佳的。平常走街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发动机震动比较大，但是一进入赛道你只会在意它够不够快，也就是说较大的发动机震动在赛道里面反而不是那一个缺点。如果你想要一部纯种赛车的话，我认为 GPR 是六车里面最符合赛道这个称谓。美中不足的是它的动力顶多跟春风的 250SR 持平，
如果动力能够再强一点的话，那这个车跑赛道就太好了。GSX 250R 原厂配备的 IRC 轮胎，在测试中咬定能力几乎是倒数第二的，感觉只比极客萨配的胎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相对贫弱的动力呢，再加上比较重的车体，讲真的，在赛道上开这部车哦，只比极客萨要舒服一点点。个人认为，如果是同场比赛道的圈数的话 ，GSX 250R 应该只能拿下倒数第二。刚在凯泽赛道上做完同场对比，接着我们看看这六车在山路上表现。走。是155的 D49，这个动力完全没有办法跟其他五部车相比啊，哪怕是 GSX 个250那么拉的动力啊，这个车你真的不能把它当跑车。我甚至觉得它就是一个套了壳的农用车，整个动态的反应就是软绵绵、摇摇晃晃。哇，这车老慢了，这个就在市区买买菜可以了。我也是佛系骑的一部车。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当跑车骑的话，它需要改装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接着是无极250跑山，这车很有力，高转延伸性很不错，这个车跑高转挺开心的，车子很轻巧，在这六部车里面的轻巧感不是冠军就是亚军，很优秀的轻巧感。减震是运动化减震，调得比较硬朗的哦，挺好的。沙弯是能沙的，比凯越321R的前段要来得好用。前段算是非常合格的前段，后段也可以。尾数也有，但它就是发动机的排气音不太好听，然后震动有点大。减震跑山挺好用的。轮胎咬地很好，很优秀。虽然只是个正新的 S1， 但是这套 S1 我敢说，比这个 CB400F 所配的 S1 要再更好。我现在的气温只有大概5度左右，可是轮胎都咬得住。整体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部车，轻巧，好操作。那缺点就是高转的时候油箱震，手把倒是还好。接着我们来拍春风250SR，整体这车还是很好骑的。春风在做操控性的调整很强，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能把车做得轻巧好骑。但是春风这个车刹车差点意思，跟凯越321的那个有一拼，都是觉得前段差点意思的一个刹车手感。但我只能按我的感觉，它的刹车前段的力道应该在这六车里面只赢过了极客萨。然后我们拉个高速，动力什么还是有的啦，这个跟GPR 那个发动机跑不会输。接着是凯越321R，看一下低转加速，其实这高转延伸性很好，这车动力跟大伙都不是一个水平的动力。稍微再快一点进弯，看一下它车架的表现。哇，这个车架感觉是略逊于阿普利亚哦，它弯高速弯没有阿普利亚那个轨道车的感觉，稍微会有点摇晃，但也不排除是因为它动力比较大。然后这套胎的咬地应该是这六部车里面最优秀的，是吧？就这么低的温度，还有这么好的稳定性的轮胎，就很厉害。哇，这动力余裕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啊！刚那几部车经常会出现那种，我要打一个高一个档位力气不够，但第一个档位弯中断油的情况，这部车完全就没有这个情况了。接着我们来判断阿普利亚 GPR 250R 的第一视角，事先转灌出去三档，
哇，这转向非常的贼。这部车的转向是六车里面最快的，对，就是六车里面最快的。它设定的好贼啊！这可能在那种小型刁钻的赛道，这部车会有非常巨大的优势。一个减速，前段很好用，刹车前段很好用。整个前段不会让你觉得动那个不够力气的感觉。哦，高转，这个高转速域比我之前在赛道四的那个版本延伸还要更好了。半年前我在西安试的那个版本，高转延伸性比这个少了得有500到800转。现在有改进了，不错。接着我们来拍豪爵 GSX 250R 的第一视角。这动力是真的软。新手可能会喜欢这个动力吧。这个是这六部车250排量以上里面几乎是唯一可以在弯中全开油的吧。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穿，这套胎其实不差，也是个运动级的轮胎。只可惜呢，除了极客萨以外，其他四部车的轮胎都太强了。这个胎在目前这个气温属于介于能压弯跟不能压弯之间。这个车的转向也没有其他的车那么灵活，应该是这六车里面转向灵活性相对比较差一点的。主要还是对手太强了啦，不是说这个车糟糕，这个车均衡性还是不错，骑起来挺舒服的啦。应该这么说吧，就撇去极客煞不谈的话，我认为在250级里面你要进赛道或者说要杀山路的话，这部车基本是没有竞争力的。这部车是一个适合佛系骑的车子，如果是跑山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这部车。就这样，总结就是这样。油耗也是大部分会选购入门级摩托车的车友比较关心的数据哦。油耗测试的环节，我们请来三个体重相仿的车手，以三车一组，在规划的100公里路线内，以60到80的时速列队行驶。最终的结果为极客煞155百公里油耗 1.78 升，无极 250RR 3.02 升，春风 250SR 3.09 升，功率最大的凯越 321RR 油耗也最大，百公里 3.75 升，阿普利亚 GPR 250R 则是250级中最省的，百公里 3.0 升，豪爵铃木 GSX 250R 则是 3.5 升。好的，六部车的油耗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总结报告吧。何时可乐，又到了我们总结报告时间了。我们这次测评厉害了哦，六部车同厂对比，相同气候、相同条件、相同车手，包括做加速测试啊、刹车测试啊、山路的实测啊，全部都是同一个车手，同样的条件，所以比起来相对还是能比出高下的。那我们这次的测评呢，做出几个推荐。你的刚需是动力的话，或者说你的刚需是赛道，或者是跑山，或者是日常通勤使用，各有各的优势。那你如果是新手想买一部跑车，3万元以内要买一部跑车，动力是你的刚需，哪一部最快？凯越321最快，百公里加速大概是5秒8到5秒9。那第二快的是无极大概是7秒9，那接着是春风8秒5，阿普利亚9秒0， GSX 250R 要去到11秒多了。最差的一部是极客煞155，毕竟排量摆在那里。那接着我们讲，你如果买不跑车，就是想成为一个硬核的赛道玩家，你就不想开个样子货，那这几部车谁最适合跑赛道呢？我们在北京的凯泽赛道，所有车我都下去跑了，都做实测了。我个人认为快的话，321RR 是真的快，动力完全碾压，然后它操控其实也不差，
那如果说除了321 R 之外，还有谁更快？我觉得阿普利亚，它的整个骑乘姿是最标准的赛车骑姿，甚至买这部车回去，减震其实也不用换，脚踏也不用改，轮胎甚至不用改，直接都可以去刷单圈。当然你要单圈更快，可以换更好的轮胎，那这套胎也不差。321 R 的高速没有阿普利亚那么稳。你想未来成为一个赛车手的话，或者说你想要在赛道用原厂车做出比较快的圈速，321 R 跟 GPR 250 R 是这六部车里面比较有优势的。那无极跟春风呢，其实也不差。然后无极现在的操控性也调得比较好了，这个我觉得对无极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夸奖。以前无极对减震的调教还没有那么好，以前是春风比较好。那这部车出来，我觉得减震调教跟春风几乎是不相上下，再加上它车轻有优势，动力大有优势，所以这两部车在赛道上很难给出推荐。为什么很难给出推荐？因为无极这个姿势真的是比较局促，然后脚踏比较低。想要进赛道的话，手把要进行改装，然后脚踏也要进行改装，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赛道里面去。然后 GSX 250R 实在是输在车重跟动力不够。一个是它155啊，挺水的，它就是披着壳的农用车，就跟赛道无缘啦。包括它的减震调性，包括它的配胎，包括它的骑乘姿，就哪哪都跟赛道不搭嘎。如果你买一部跑车是想进入赛道的话，那最好是不要考虑极客赛155。那讲完赛道的部分，我们再讲山路。买一部跑车，我就没想进赛道，就想平常跑跑山也能很舒服，我就不想要那么极致。那我做出什么推荐呢？我依然觉得321 R 有巨大优势，动力强这件事真的太爽了、啊、尤其大家价格在差不多的情况下，动力那么一大截，山路可以跑得更悠闲啊，不用拉那么高转啊。之前我看很多媒体评测说这个车低转没力，你要拉高转才能骑。其实它所谓的低转没力是跟它自己比，因为它的高转太有力了。那阿普利亚呢，这个车在山路上它比较辛苦的是它的震动是这部车里面相对比较大的，没有那么舒服。如果在赛道用，大家都想要快就好了，那你拉到9000转震震就让它震啊，我比你快，我比你震又怎么样？所以赛道它是推荐，但山路其实用起来没有那么舒服。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山路你可以考虑无极、321 R 春风都还是比较优秀的选手。 GSX 就真的是佛系骑，你骑 GSX 除非是遇到极客煞，否则遇到这四部车你最好是让他们先走，你油门拧穿都追不到的。最后的最后啊，我们再根据通勤的属性做出推荐。你买一部摩托车，通勤的属性还是很重要的、啊、可能你想要买一部很帅的跑车，但你也不想压弯，压弯很危险，也不想跑赛道，跑赛道太遥远，我就想在市区快快乐乐当个摩的佬。那我觉得哪部车最适合？极客煞跟 GSX 250。我们讲适合的理由跟不适合的理由。首先极客煞是里面减震最软的，你要它进弯完全撑不住。但是市区啊，它面对那种凹凸的路面啊，坑洼不平的路面啊，你觉得就像骑一个能下田的农用车一样，后座也是最舒服的，平常载个人载个货都挺好用的，挺推荐的。那唯一就是动力太小，那你如果要动力大一点，我觉得 GSX 也是里面相对比较舒服的。那讲到舒服，不得不提震动。为什么这两部车我觉得是最舒服？这两部车是这六部车里面震动最小的，最小是极客赛155，接着是 GSX 250， 体感最小，接着是 321 R。 它的体感其实跟 GSX 250的震动差不多，只是说它的高速是下面比较散一点，那上面传达回来的震动差不多。那接着可能是春风250，那无极又比春风再大一点点的震动。阿普利亚的 GPR 250呢，就是这六部车里面震动最大，没得洗了。然后它其实也是最低趴的，最需要腰力的，所以可能是最不适合通勤使用。当然你的腰要是特别好，你要证明自己的腰腹肌肉能力特别强的话，拿来通勤我也没意见。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哦。看摩托车横评，我只看易车横评。我是小饼，爱你哦，拜拜。好，我是韩寒，我导演的电影《四海》在大年初一全国上映，在这里要祝易车的朋友们新年快乐，关注易车原创节目，大年初一我们不见不散。